前部 vlog 嚟点买火车票啦，咁我就系想呢一个网站买嘅，咁而家我哋就买紧从米兰去 Como 嘅火车票 for 听日嘅。咁而家就去到米兰车站，就揾咗自己个火车，跟住就 show 咗九号月台，所以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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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同埋其实米兰车站好靓嘅，系。俾大家睇下先，跟住當然我哋就有一個Nick媽喺度，好似翻工咁嘅樣咯佢。啊，依個係米蘭附近嘅一個攤仔，羅馬時期已經係皇室嘅一個度假勝地嚟嘅，叫做庫莫，係咪庫莫？庫莫，係嘛？深受呢個影響啲，深受呢個香港嗰個補習社影響。咁咧，其實係幾靚嘅，不過咧，因為佢話自己世界最靚，我哋嚟到之後有少少失望咯，因為期望太高，所以失望亦都大少少啦。搭咗幾分鐘船就嚟到呢個，其實佢成個城市咧係圍繞住嗰個湖嚟起嘅，總之係嚟到湖嘅另一邊啦。因為佢啲係意大利文，真係讀佢唔掂啊，大佬。嚇，好靚咯嗱，呢個就湖邊啦。咁又係我最中意嘅教堂嘅鐘聲，好正。有少少瑞士 feel 咯，咁不一樣嘅意大利咯。劇仔添啊，一嚟到碼頭，咁好得意，摸下啲農產品啦。咦，人哋狗喎，佢喺度好彷徨咁望住我，問媽咪話：媽咪，係啊。幾得意㗎，都幾豐富咯，我覺得都啊，好新鮮嘅蔬果。意大利嘅農產品其實真係幾靚，我覺得。嗱，呢啲啊普通啲啦，麵包啊。嗱，呢度買花啊，我最中意嘅花花，都係有真有假咯。係一盤盤嘅菜啊。咦，呢啲係菜苗嚟嘅，佢哋應該攞翻自己嘅碧玉啊花園度種。係咯，繡球花，而家應該係繡球花嘅季節咯。好靚啊！媽個鼻哥好痕，就要捽一捽，跟住就出咗呢一個位，望住成個湖嘅啦。有呢嚿咁嘅嘢喺度。唔使擔心，呢個唔係一個籠，呢個係佢哋嘅屋企。他們家是整個湖，只不過他們這樣游了進來在這裡住而已，但他們不是困住了，不用擔心。剛剛買了，咦，不 focus 的， focus 剛剛買了兩張這些飛飛，是搭纜車上去的。好笑啊，你的變色眼鏡。上去啦。小禮物俾Nick媽，就係佢呢個牛郎郎，跟住諗住佢買去掛喺屋企，點知原來佢係想掛喺個袋上邊，因為有小偷啊！呢個就係上到嚟嘅全景啦，跟住有一次當我哋就有個Nick媽喺度啦。頭先行下見到呢個 Wall Street English， 好慘啊！嚟到意大利都要提起我補習。